据台媒，近年来大 S 一直专注于家庭生活，鲜少出现在荧幕。日前，大 S 经纪人透露大 S 即将复工，目前陆续有一些工作计划在进行着，只是因为都跟客户签了保密协议，所以不方便透露。对于媒体关心大 S 是否会飞往韩国找具俊晔这一问题，经纪人则回应称，是否飞韩国这属于艺人的私人行程规划，公司会尽量协调，让熙苑兼顾工作与家庭各方面的平衡。近日，具俊晔在综艺上透露，20年前与大 S 分手很无奈。만해라이런얘기들많이하고했는데그냥제가바보같던거죠그걸잡아도되는데지금기억해보면헤어지는날도기억해요같이밤새도록끌어안고울었거든요밤새끌어안고울고그리고공항까지내가데려다주고그러면헤어지면안되는데밤새끌어안고울었어네그럼뭐어쩔수없이헤어져야되니까감당했어도되는데그냥바보같았던것같아요제가그래서어디를도망칠까뭐이런생각까지했으니까